沙雕成对，快乐双倍。马上万圣节了，整活呗。整啊，那必须得整啊。是不是可以来个护士？你说那种护士？你想啥呢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啥啊。那不是这种护士，家人们。真实情况是这样的，他俩就是炫饭来了，想吃韩国烤肉。悉尼这家七八九有料，量大实惠，韩国烤肉绝绝子。炫饭讲一个仪式感，花絮曝光，看路人反应。一边走一边戴眼镜，没人看着婆娘。大家都大白天的不怕了吗？还是这妆造不够优秀？难道是我隐身了？我不知道。社牛上身，嘻嘻自己找存在感。Are you sick, sir? Very good. Do you need a nurse? Do you need a nurse? Happy holiday.